李尖尖问凌霄有女朋友了吗？听到大哥的回答，网友甜到心坎上。李尖尖问凌霄有女朋友了吗？以家人之名中的三小只，贺子秋、李尖尖、凌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。刚开始他们以一家人的关系相处，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一种特别温情的感受。但是当两个哥哥出国之后，李尖尖再次回归到独生子女的生活状态，这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。而凌霄也不再把他当妹妹看，通过网友的预告，会发现大哥已经对李尖尖产生了爱慕之情，甚至想要表白，只不过一直没有说出口。而李尖尖也慢慢接受他们的存在，在恢复和两个哥哥的感情之后，他就特别想要知道两人在国外的生活，更是想要了解凌霄的感情经历。当两个人在咖啡厅聊天时，李尖尖就非常耿直地问凌霄，你有女朋友吗？而每一个女生都幻想过自己喜欢的男孩子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白，所以突然被凌霄的回复甜到，也是很正常的。